其他的国军也闯祸的，就是有一个陆军中士在网络上面认识了一个13岁、爸爸是珠宝商的富家女。他们跟另外一位男网友呢，三个人约好出去玩。士官开车带两个人出去玩了2天，但是富家女呢，她是瞒着家人外出的。由于她的爸爸是从事珠宝生意，想说，哎呦，女儿不会被绑架了吧？赶快报警处理。士官被逮的时候喊冤说，他是说这是女生邀约他出游的，绝对没有掳人勒赎。